大家好，我是国泰医院物理治疗师简文仁。秋冬到了，天气变凉了，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多做运动，做一个秋天养生伸展操。透过这个运动，让你血液循环比较好，呼吸比较通畅的话，有些过敏症状啊，冬天的手脚冰冷啊，我们希望这些都可以改善。我这个三个动作，秋收冬藏、秋高气爽跟秋虎化威，三个运动大家一起来做。第一个动作，秋收冬藏，就是收起来的收纳的收啊，这样子手往前绕圈圈，收起来，包起来，扩胸又再收起来，包起来，这样吸气，这个是吐气。做一个动作是两只手尽量往外，秋收嘛哈，收起来，冬藏就藏起来一样哈，做一个伸展，打开，再包起来啊，做这样一个动作哦，很好做，就这样做。第二个动作叫做秋高气爽，手举高高就秋高气爽，所以那只手往上举高以后是哈，秋高气爽，是画一个大圆圈往上推，出气把这个气出来以后呢，秋高举高一点，越往上伸展越好，秋高气爽，一个出伸，一个往上伸展以后再画圆圈绕下来。好，第三个动作叫做秋虎化威，秋老虎要化威，所以这个是手五指肌张的，哈，转出去以后呢，让它往外打开来，哦，做一个秋虎化，这是一个往前推，然后呢往外反过来又往外打，打也是一样哦，一往上拉到最后，做一个往后伸展啊，就是秋虎化威这样子，母老虎或者秋老虎，然后呢翻过来以后往外往后延伸，也是一个伸展运动。然后手往后拉，所以这个秋虎化威，你要出声也可以，或吐气也可以。啊，这样一个推出去，然后翻过来以后，化威啊，